媳妇儿，媳妇儿，醒醒！嗯，快起来，天天睡得跟小猪一样。我给你做饭吃去。哎，去吧，我要吃红烧肉，大肘子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去了。嗯，去吧。困死了。给爸转100块钱，你咋不问我妈要呢？你妈不是不给吗？唉，爸，那我给你转50啊，你可要省着点花。我平时给小程。才给5块钱，哎，给他转过去吧。嘿，懂什么了？哎呀，真好，这又能花个10来天。老公。哎，咋了，媳妇？我爸刚问我要50块钱。50块钱？那你给他转过去。转了，我已经给他转了50了。你就给你爸转50呀？那万一老人家那有啥急事儿，你得转500呀，对吧？哎，你说的也对啊，万一有啥急事儿呢？对呀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你给他打电话干啥呀？我得问有啥急事儿呀，对不对？爸爸，咋了，大闺女？我给我爸打电话，怎么打你那去了？我这不替你爸接吗？你替？什么情况？